享，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暗灵魂三》。还好我的身上还有没有用掉的剑。还是有奇怪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这边这样子，怎么说呢？我刚进到这个冷冽谷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是进不去的，没有传送过去应该会比较容易看得到哟。是怪物嘛，然后街道这边有一个地方我进不去，吓我。对，这边到底啊，我觉得里面看起来也不像是有路的样子啊。做千鸟熊还是千鸟熊，这两个不是一样吗？哦，千岛熊是千鸟哦，然后我是千鸟熊是另外一位，不过他很少出现就是，大部分都是我而已。觉得啊，我试着 Cassie 的这个方向嘛，然后我跑上去，用闯的。然后我跑上去。好危险啊，跑不到哎，只能用闯的，不是好办法。可以下去吗？到底在哪里啊？如果这边也找不到的话，就先放弃好了。我再之后再自己找到了下次再说。这边没有路啊。这里也不是，哎，我发现了宝石虫，之前找不到的。我该不会
跑的比较好。那个地方哦，可以告诉我，因为我也找不到。我看到那里了，可是。这可以跳下去吗？看起来是不行。看起来是不是通道啊？宝石从那里的墙壁有一个是假的。这个是，哇！我被那怪盯上。啊！开了。大家误打误撞。没关系，找到就是好事。不是啊，不是啊，我的 L 刚卡住了。拉到怪吗？没有。我刚开始是玩盗贼。然后实在是战况太惨烈，我就遇到那个手指那边换成法师试试看，我也不知道玩得算好不好，不过通关有比之前容易一些。我那时候选的时候不知道，我刚开始玩也是被人家说玩这个完了。
什么它在惨叫啊？好硬哦！没看清楚，我拿到那是什么？欸，招数欸。哦，应该是他丢的那一招。盾牌打不动他，硬打。不带拿盾牌都会挡住，没错。有时候遇到盾反法师，我就是直接打爆他的盾，但是之前就没办法，只会一直被弹回来。那我先回家看一下 NPC 嘛，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好了。Ashen One, sovereignless. I'm Ashen One. 好，没有新的。哎，这边之前有几个人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小偷，我是救不回来的。一手剑，一手魔杖吗？我现在是拿一个咒术球跟一个魔杖。我看我可能练闪避还比较轻松一点，感觉啦。Is good to what need. 应该还在强化一下我的杖。法杖吗？怎么感觉好像弱了点？好，把元素瓶调回来。Pretty big. Ah, there you are. 哎，有新的可以交。I'm afraid I cannot accept this. This I cannot. It is only. 哦，你不行。Ah, you found it. This it may even serve.现在都讲过。Do not be gone. Back again, I see. Perfect timing. Oh,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You're a fine sorcerer now, no mistake. You should have something to prove it. Go on. If I'm giving something away, you'd better well take it.龙辉戒指。Come again. Oh, what? 看看这戒指对我有没有什么好帮助。好，换。安里和沉默骑士，不过你在教堂没有跟他说话就
没了。对，我在教堂那边错过他们了，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魔杖跟手套可以放同手，另一手拿个盾，盾牌我是拿不太起来的。都叉叉，没有办法拿盾。哈哈哈，现实生活的戒指，不会啦，现实生活的戒指会有特别的意义啊，大概啦，如果是有的那一种。Oh, champion of Jewish day.In my home of Kai, I will be terrible. 过了。Have a pleasant journey. 打赢这个王，这边并没有太多变化。Speak thy desire, honorable Lord of Hollows. Our Lord and Liege. He is hollow, and will join thee in wedlock. 我的伴侣。A fellow of mine guides him at this moment.When the time is ripe, thou mayst make thy salutations. For what lord taketh no spouse? 我一定要吗？突然就冒出一个伴侣，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Till we meet again.然后我都讲过话了，继续出发。这个，说不定有，没有啊？前面是哇，宝石，别跑啊，宝石快，别跑！哎呦，哦，他们跑到虚空去了，可恶！暗里吧，前方有暗里，落下攻击，这个是什么啊？这好像是其他玩家哎、欸，不要，我不要找其他玩家，等一下他打我。我会怕。捡不到。从上面才能去的。死掉了。
应该没有什么威胁性吧。来这招，不能从飞车开启。这个地图入口大蜥蜴没有，应该没有。另外一只，下一次。刚到冷冽谷的时候，那一只长得像鳄鱼的，那一只我打了，那只我打了。别跑！打得过，因为我是远程吧，所以我一直逃，一直逃，逃到对面那边有一个透明墙壁，他好像进不来。我穿过去之后，就站在那边轰他，轰到。
下一个隐藏地点点火。哇，又是你们。这个还有什么好东西？按属性减伤。还是不要去哦，没关系，我先走这边，至少我要遇到了。哎呦，小子，现在砍人不是蛮好的，对。完全没有电，哎呀，自己吃刀。我是在那边转职的，所以我并没有法师原本的装备，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电。分享出去，订阅千鸟说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